当年孙浩去张嘉译家中做客时，张嘉译突然冒出来一句：浩子，你现在混得不行了。孙浩顿时就僵住了，可张嘉译的下一句话却让孙浩泪流不止。孙浩在当年凭借一曲中华民谣一举成名，并多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，成为了当时的大热明星。但是因为孙浩太过佛系，娱乐圈又是讲究圆滑的地方，于是孙浩很快就变得不温不火了起来。2000年火爆过后的孙浩遇见了刚到北京的张嘉译，因为两人都是陕西人，于是孙浩对他非常的照顾，两人也成为了至交好友。2009年，39岁的张嘉译凭借蜗居爆红，他收到了戏约也多了奖。就在这时，他想到了好友孙浩，于是便邀请了孙浩到家里做客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嘉译朝着孙浩说：浩子，你现在混得不太行了。孙浩整个人顿时就僵住了，但张嘉译却接着表示：没歌唱，那就跟着我拍戏吧。孙浩闻言顿时就掉了泪。之后张嘉译也履行承诺，在他的很多戏里都能看到孙浩的身影。为了带上孙浩一起，张嘉译不惜向导演表示：你不用他，我也不演了。随着孙浩演技的提升，他也渐渐脱离了张嘉译，能够自己接到角色。其中扫黑风暴就是他自己接到的角色，并凭借着精湛的演技成功吸引了一大波观众。之后孙浩在上节目的时候大肆夸赞张嘉译：他特圆满，特仗义，是个为朋友着想的人，我很感激他。确实，如果没有张嘉译的帮助，歌手出道的孙浩或许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而对此张嘉译却有其他观点：其实孙浩比我成功，1995年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春晚的舞台，而我还只是一个为生活奔波的小演员。